这两天很忙吗？嗯，没有啊，挺闲的。因为学分都修完了，就等着毕业了。哦，今天上那个选修课呢，是因为这学期没有什么正经的课了，随便选的。其实那节课还挺好玩的，老师每次上课像在讲单口相声。我还以为你很忙了。啊，为什么这么问？下班的时候看手机，发现没有你的消息。我不知道发什么。之前不是随时都能聊吗？嗯，之前。现在反倒没得聊了。那你今天过来做什么的？我来这儿还能干什么？哦，我是说除了找我，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？除了找你，我还需要做什么事啊？你带我过来是要吃食堂？不是，就没有想那么多就走过来了。那我请你吃食堂吧，我们学校有一家新疆菜，里面的大盘鸡做的超级好吃。好啊，嗯，走，走。